西蒙不需要和国盟合作来迎战下届全国大选。公正党主力主席拉菲兹表示，这是西蒙在上个星期三的会议中做出的最终决定。拉菲兹昨晚在森美兰州出席活动时透露，蓝眼作为西蒙的骨干，向来秉持着全国各族同盟的原则。如果和国盟结盟的意图不正确，就只是为了推翻国阵，这只会促成一个不稳定的政府。因此，西蒙决坚决地不和国盟合作迎战大选。 不过，他并不能代表行动党和诚信党说话，毕竟他们拥有几十年的领导经验。那接下来该怎么做，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。